主料，鸡翅根2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土豆2个，葱、姜、干辣椒2个，趴椒、料酒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在开水里放3片姜，鸡翅根煮5分钟左右，捞出淋干水分。剁小块，土豆切条，八角、干辣椒切段，油烧热放葱姜、八角、干辣椒，小火焖2分钟就 OK。出盘了，烹饪技巧，肉不要煮的时间过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